好，咁我哋今次嚟睇下咧，解锁咗呢啲单元嘅内容啊。咁首先系计数东西啊。咁啊 ，ice cream，OK，air、okay, con， 跟住下边数数字啊，跟住啲数字系乱咁排嘅。我哋睇下先，有冇一个系总嘅？可能我哋睇下语法嗰边有冇，再嚟一次过睇啦。即係咁樣唔按順序好麻煩啦。咁呢度係 sensei， 佢話 sensei 呢 ice cream omonai master。OK， 從老師嗰度得到咗雪糕，要再數字。跟住呢個 lensoko， 嗰個 hey 啊呢 lensoko 噶 nanatai animas， 有七台，即係七部呢個雪櫃咁樣。kite 係切手，即係郵票。今日は切手を一枚だ、一枚だけ買います。啊，只買咗一張郵票。跟住拖，拖都係數數字嘅，咁佢就冇咩字咁樣。咁呢個フット、フット係順豐。昨日フットを七枚買いました。啊，尋日買咗七個順豐。咁啊，計數。睇下先，啊呢度有啦，计数如何使用量词？咁佢就话咧呢度有从一到数到十啊，咁嘅顺序系 hitotsu、futatsu、mitsu、yotsu、ichitsu、mutsu、nanatsu、yatsu、kokonotsu、to。咁啊同嗰个月份咧，唔系好同，差唔多一样，大部分接近嘅，但系有啲唔同。咁啊，呢個係一個字，一個字就係問，幾多？一個就係嗰個係幾多咁啊，嗰個幾？咁啊，一個字 ，OK。咁啊，所以嗰啲幾多個一到十都係講緊啲幾多？唔係咩字？哦，當然第十個就冇，淨係得拖啊，冇拖字嘅。但係十號嘅話咧，就會有拖卡咁樣。咁啊，二十咧就冇特別嘅，二十都係need you，OK。跟住呢度咧有啲叫做量數量詞啊。咁啊 ，一枚呢個咧就係一啲數一啲平嘅一張張嘢，一張紙啊，一張郵票啊 ，CD 啊嗰啲咁樣扁平狀嘅嘢，就用枚一枚咁啊。中文都會用呢個枚嘅，跟住咧就係數翻普通數字嘅，一次三用五六五六九七八九十 ，OK， 冇乜特別嘅，因為嗰個係米，所以咧就冇啲促音嘅變化嘅。跟住就 none， 跟住加個數量詞就係幾多個咁樣，幾 none nin 咁樣，幾多個人 ，none 米就幾多張啊嗰啲咁。幾多枚啊咁樣 ？nin 就係咧數人，數人數咧就係用 nin 咁樣咧。之前嗰個咧，國籍加個人嗰個咧就係 jin 啊，就係 jin 呢個就係 nin 啊，咁啊都係人。咁但係咧，其他嘅大部分都係普通一二三用個 lock 啦，哈字 qj 咁樣去數。有三個例外，有一同二比較唔同嘅，一就係 hitori， 二就係 hutari。咁呢兩個咧就最特別嘅。咁但係你如果聽日文歌嘅話，好多時都會有 hitori、hutari 嗰啲咁樣出現嘅。特別係啲譬如情歌咁樣嘅兩個人咁樣 hutari 啊，咁就唔會講 nin 咁樣嘅，一支 nin 咁樣唔會嘅 hitori、hutari。咁啊，四個人咧。本來就是用 ning 咁啊，用 ning 咁啊，兩個 ng 再加個 ni， 哇就好難發，用 ning 咁啊，咁啊變咗 yawning 咁啊，易發音啲。咁啊呢個 die 就係台，即係幾多部機器或者幾多部車咁樣用 die 呢個數量詞啊。dake 即係只有咁樣解啊，只跟住話 yasumi wa。日之よびだけです。OK， 只是星期日休息。
好，今日計數，跟住咧就計數時間嚇，計數時間。咁啊 ，gulai 或者 kulai， 咁就係大約咁樣就係呢個 kolo gakko ni sensei ga jūgo nin gulai imasu 啊，即係話大概有15個老師啊，呢間學校有大概15個老師。咁呢個係 dono gulai， 即係大概有幾多啊？咁樣大概幾長啊？咁樣嘅 kokoka 啦，sokomade， 即係從呢度去到嗰度 dono gulai kakari maska， 從呢度去到嗰度要花幾多時間？大概要花幾多時間咁樣？咁啊 ，jikan 就係小時。當然 jikan 就係你都可以表示時間咁樣嘅，即係。啊，即近加啲乜聲咁啊，即係冇時間啦咁。咁啊，但係如果係做，佢亦都可以用做數量詞，就解小時啊，時間。咁啊，即近係知啊，咁啊變咗咧，冇速音變化，冇速音變化。但係有個特別嘅咧，就係。七個鐘同埋9個鐘之前睇過嘅，7個鐘咧講時之間，其實兩個都得，好似奶奶之間佢都寫埋喺度，但係九個鐘講 cool 之間，其他嘅冇乜特別。OK， 奶之間就係幾個鐘，跟住呢個咧係 hun 或者 pun。咁啊，甚至有半嘅 ，OK。咁啊，呢個好似唔係好非常正確。咁樣普通嘅發音咧就係 hun， 即係譬如你睇到2分鐘 ，nihun， 跟住咧1689咧應該讀盤嘅，跟住咧仲要讀埋出音，譬如1分鐘係 ipun， 6分鐘 lopun， 8分鐘 hapun。10分鐘 ，jupun 咁樣，3分鐘咧應該係3半嘅半，即係應該係2點嘅，就係足音嚟嘅，就唔係半足音嘅咁啊咁樣。跟住呢度係 gulai 啊 ，gakko ni sensei ga， 10年 gulai imasu 咁樣，大學校大概有10個老師咁樣。Kakarimas 就是需要花費的時間或者錢，可以說譬如從 A 地去到 B 地要多少錢，譬如坐船要多少錢，或者坐飛機要多少錢，可以用 Kakarimas， 又或者講時間又得，幾個鐘啊，或者幾分鐘啊。跟住就是 Nichi， 就是幾多日 Ichi Nichi， 跟住就是 OK。 跟住呢這個是數日數，之前呢學過一個是幾號，一號的話呢是 zitachi， 跟住呢後面那些呢就是這個啦，咁就是兩日就是 huzuka， mika， yoka， izuka， muika， nanoka， 就不是 nanaka， nanoka， yoka， kokonoka， 跟住 toka。OK， 跟住可以問幾多日係 nanichi， 跟住 shukan 就係幾多週啊，幾多星期嘅，咁啊叫 shukan， 咁啊小時叫做 jikan 啊嘛，咁啊呢個 shukan 咁都 make sense， 咁啊 shukan 嘅話咧，有速音變化，後邊就唔需要變音，因為如果變音就話就會好怪，同埋佢S C 係冇啊 ，C 係冇一邊 ，show 係冇得半足音啊，所以佢淨係 isshukan， 本嚟係 isshukan， 咁啊好難發音，變咗 isshukan。跟住譬如六嘅咧，六咧就唔需要啦，變咗六ku shukan， 八咧就要啊，八就係 hashukan。跟住咧，十咧係 jushukan，
继续看啊，或者继续看，继续看就比较少，少人用啊。咁啊，继续看。咁啊，个规则咧就系咧，哈行卡行咧180都变。咁啊，沙行他行咧就系六就唔变。啊，本嚟1680就系哈行卡行1680都变晒佢。六嘅话咧，变咗去到呢个沙行或者系他行咧，就唔变重音，因为佢个箍同佢168嗰啲系一次系他行嘛，次系他行，跟住核支都系他行 ，U 系另外一个就系 C 跟住变咗俗音嗰、那个，嗰、那个发音变咗啊渣渣嗰行 ，OK， 咁嗰啲就比较容易需要变俗音，俗音变化。六呢个咧六 Q 嘅话咧，有啲嘢佢就唔需要变，大概系咁样记。跟住 Dolor Gurai 就系几长时间。咁你呢個 Kagetsu 呢就係講幾多個月。如果呢去講幾月一到十二月呢就係講 Gatsu， 就係講 Gatsu。咁呢度呢就係講 Kagetsu， 係講緊幾多個月。咁又係用返啦 ,1,2,3,4,5,1,2,3 用嗰個數法。咁當然啦呢、這個係卡行嘛，所以1,6,8,10呢都係變化嘅。1,6,8,1 係一卡格子，跟住六就系六卡格子，六卡格子，卡格子 ，OK， 一卡格子，六卡格子，跟住八系黑卡格子 ，OK， 佢呢度冇写添，然之后仲有个系十月 ，ju 卡格子，跟住系 nan 就冇乜特别啦 ，nan 有冇噪音变化？佢唯一嘅例外咧就系四年就系 yonan。又唔係 Yonan， 即係類似頭先嗰個幾多個人啊，四個人咁樣 Yonin 咁樣，好難發音，變咗 Yonin。咁呢個類似啦 ，Yonan。跟住最尾問幾多年就係 Nanan。OK， 跟住呢個係Ikagetsu ni Nikai。OK，Ikagetsu ni Nikai。跟住咧就係一個時間 ni。再加幾多個回，幾多回就係講緊我嗰個時間裏面幾多次。譬如呢、這個Ikagetsu Nikai 嘅話，就係一個月裏面做兩次，一個月裏面做兩次。咁啊，佢就話一啊，計算次數時用單位回 Kai， 跟住咧就係、是、因為Kai 係卡行啊嘛。所以又係有1,6,8,10嘅速音變化，一階、六階、核階同埋絕階啊，絕階。跟住結構就係話咧，兩次表示時間段呢回動詞，一回動詞 ，OK 是表示做某事嘅頻率嘅說法。依家嘅字呢，你階 A 加 omi mas。每個月睇兩次電影 ，OK， 數數字真係非常之麻煩。咁樣跟住我哋就落嚟呢度形容詞，形容詞咧應該就簡單啲啦。形容詞，OK，o 物之呢即係呢個嗰啲祭典，伊索加斯忙，坦諾斯快樂。簡單是一個那形容詞嚟嘅，即係簡單。試驚即係考試。跟住呢個係 尼基亞加又係一個那形容詞，就係、是、熱鬧。史茲卡又係一個那形容詞，就係、是、講安靜寧靜。跟住 ototoi 係前日啊，寫漢字寫做一昨日，跟住就係、是前日啊 ototoi。跟住呢个系 Sengetsu 就系上个月。
咁啊，語法 desta 就係 des 嘅 des 嘅過去式，簡單過去。咁就係譬如下邊例句 ，astawa ame desta， 尋日下雨，跟住話 kino no shiken wa kandan ja arimasen desta， 咁啊 ja arimasen 再加 desta 嘅話就係、是。就是否定咯，就係、是、否定啊！咁啊，昨天嘅試驗唔簡，考試唔簡單。咁啊，呢個係其中一個嘅，就係、是、名詞，名詞會用 desta。那形容詞嘅否定咧，會用 ja arimasen， 會用 ja arimasen， 跟住配如果再加 desta， 就係變咗係過去否定。如果係肯定嘅過去式咧？咁啊 ，kino 譬如話 ，kyo wa shi ken wa kandan， 唔係喎，應該係話昨天嘅試驗簡單。咁啊 ，kino no shi ken wa kandan desta， 咁啊用 desta 嘅，就唔會將個na形容詞去變嘅。但係咧 ，kata 咧就係另一樣嘢嚟嘅，依形容詞要變做過去式。咁就係咧，會將個 e 形容詞個 e 攞走咗，轉做 kata。咁就譬如話啦 ，kino 話 azu kata des。本嚟 azu 二係熱啊 ，azu 二係熱，咁啊將個 e 攞走咗，變咗 azu kata des。咁就係變咗係昨天很熱，熱嘅過去式嚟嘅。咁啊 ，kino no party 話 amari tanoshiku na kata des。咁啊呢個咧就係、是。又否定又過去，咁啊首先將個 tanoshi 本嚟 ta 即係個樂，再加嗰、那個si 再加個 e， 咁啊 tanoshi 就係開心，咁啊將佢變咗做 nai 型之後咧，就係將佢 e 攞走咗，變咗做 kunai tanoshi kunai， 跟住咧。嗰、那個 nai 又有個 e， 跟住將個 e 又攞走咗，變 kata 就會變咗做否定之後再過去，就係、是、過去否定咁啊。tanoshiku na kata des， 咁啊用翻 des 啊 e 形容詞你變完之後，嗰啲過去式啊已經改咗喺個名形容詞裏邊，咁、那個句尾咧就用翻 des， 就用翻一個現在式，就唔會雙重嘅過去式咁樣。咁啊 ototoi。跟住就係 yokata 就係 e yoi 嘅過去式，就唔會 ikata 或者 ikunai 咁啊 yokunai 或者 yokata 或者 yokunakata 就係好呢個形容詞嘅佢就講肯定形式 yokata， 跟住否定形式 yokunakata， 跟住呢個上個月，然之後呢個係暑假。夏休み。好，跟住就係比較。比較嘅話咧，呢個係 dance 跳舞 ，bus 巴士 ，kasaku 家庭家人 ，sushi 壽司 ，omoshiroi 係有趣或者有意思 ，hayai 係快，咁啊用速呢個字就係解快。系呀，而亦都可以寫早嗰個漢字，咁就係、是早咯。季節係季節，或者啲類似啲天氣咁樣。阿之兒季節字咁樣。好，跟住 omoshiroi 有趣。yori 就係一個文法嚟嘅，就係、是、咧佢下面嗰句就係名詞一，蛙名詞二 ，yori 形容詞 des。就係話咧一，即係形容詞啦。首先就係、是你可以攞走咗呢個名詞以 yori 先嘅，就變咗名詞一哇形容詞 des， 就係名詞一就好嗰個形容詞啦。咁樣咧就咁加咗呢個名詞以 yori 喺前面咧，就係、是、話名詞一比名詞二咧更加嗰個形容詞。咁、那、嗰個例句就係話咧 ，kono ji。自多下哇啊诺自多下 ，yori okides， 即系话呢部自动呢部车比起嗰部自动车大啊，唔要咗嗰个名词二同 yori 咧，就系 kono 自多下哇 okides， 即系呢部车大部
咁啊，加埋嗰個名詞 Yodi 入嚟咧，就變咗呢部車比嗰部車大。跟住呢個 Hayai， 跟住就係 Dacia 咧，就係講緊邊一個二選一，二選一比較嗰個形容詞。佢嗰句咧就係話名詞一拖名詞名詞一拖名詞二 ，Dacia 加形容詞 Dacia。咁樣咧，例句下面咧就係 Namu sang to ling sang to dacia 加 tennis 加 George des 加，即係話南哥同阿玲邊個網球打得好啲啊？邊個兩個揀一個？跟住咧個回答嘅句型咧係叫做名詞一或者名詞二其中一個 no ho。呵就是方咁嘅意思，即系边一方加形容词，就系边一方比较好啲咁样类似。譬如如果嗰个形容词系好嘅话，就系我边一方比较好啲，或者边一方比较其他形容词啲。咁呢个 George 当然都系一个形容词啦，不过只不过系一个 na 形容词。咁佢呢个句子就系话咧 ，namu san。羅賀噶 ，George des， 即係南哥哥一方就比較擅長嘅咁樣，咁就簡單嚟講就係南哥更好咁樣。OK，key says， 跟住 Dacia 摩，兩個都 Dacia 摩。啲文法裏面好多都係將個摩加喺度，就變咗係刀咁解，邊一方刀 ？OK。跟住呢個咧就 sports の中で何か一番面白いですか？即係話喺運動裏邊 の中 運動裏邊邊一個係一番面白い最有趣嘅就係講緊最嗰個比較級。咁就係頭先講緊嗰個Dacia就係比較兩個嘅啫。而家呢個咧就講緊一班即係邊個最勁嗰個啊？咁啊，呢度係睇下先，佢係個一年の中或者の中可以省略，一年の中で一直が即係幾時？一番寒いです，最凍嘅咧咁樣。一年之中邊個時候係最凍嘅咧咁樣？一年中最冷的時候是什麼時候？咁佢就話啦，一月一月番寒いです，一月係最凍嘅咁。OK， 跟住sakura。OK， 完成咗比較，咁就到 mas 形式嘅動詞。咁呢個係 tabaco sui des sui mas 啊 ，tabaco sui mas 即係食煙。咁呢個係 restaurant 係餐廳。跟住就 highly mas 係進入啊，即係個人進入啊。佢就話 watashi wa ninsan to restaurant ni highly mas， 即係我咧就同阿 lin 同阿玲咧就入咗個餐廳。restaurant ni hairimas 咁入咗間餐廳，咁啊 ，koen o sanpo shimas 就係喺個公園度散步啦。咁啊，值得注意嘅就係嗰個助詞用 o 啦，就唔係用 ni 啊或者用 de 啊咁啊。sanpo 就用 ni， 包括呢個飛行啊，即係喺個天度飛啊 ，sola o tobimas 咁樣。咁啊，呢個係影相啦，影相就 sasin o tobimas。實先就係嗰個相啦 ，tolimas 就係影啦，咁啊，所以係實先我 tolimas， 跟住下邊咧就係講 anata wa doko de 實先我 tolimas 卡，你喺邊度影相啊 ？doko de 即係邊個地點咁樣？咁啊 ，demas 就係離開，就係出去咁樣解啊。咁啊 ，kisaten o demas 就係離開咗間咖啡店。跟住呢個係 tomodachi ni aimas 就係同朋友見面啊 ，aimas 就係見面咁解啊。咁啊 ，I must 嘅話咧就用 ni， 就唔會用 o 嘅，就 tomodachi ni I must 咁樣。anata wa nanji ni doko de tomodachi ni I must 噶，即係話你
幾時同喺邊度同朋友見面啊咁樣。跟住就 Kisaten 就係、是咖啡店啦、啊。咁啊 ，Kino Kisaten de juice を飲みました。即係尋日咧喺咖啡店度咧飲咗果汁啊。Oyongi 就係游泳啊。跟住咧 ，zukare 就係、是累了或者辛苦了咁樣解啊。咁啊 ，zukare masta kara 就係因為 kara 解因為。zukare masta kara 就係因為攰啦咁樣啊，所以咧就 nemas 就係有瞓覺咁樣。asobi mas 就係玩啊。kanojo 話同乜得 jito abi mas， 佢就同佢嘅朋友一齊玩咁樣。咁啊呢度咧就係 mas 當動詞同 mas 連用嘅時候咧。就稱為 mas 型，咁啊 ，kai mas kai 就係稱為OK， 跟住就 o 呢個助詞，咁就係講緊咧一啲譬如表示起點、出發點、起點、出發點 de mas 嘅起點同出發點，即係離開某個地方。咁啊，助詞 ni 咧就係講 hi 啲 mas 嘅。的目的地或者進入點咁樣。OK， 跟住 mas 型完咗，跟住就講願望。OK， 都仲係講啲形容詞啊。Hiroi 即係好闊啊，即係譬如講緊間屋好大間咧，就會講。Hiroi 就唔講 oki 嘅，當類似咧就係講 semai， 就係講間屋比較細啲啊，比較窄啲咁樣。この部屋は広いですか？狭いですか？即係大嘅定細嘅間屋啊咁啊。寂しい就係講寂寞啊，寂寞。とても寂しいです咁樣。軽い就係講輕。このカバンは軽いですか？跟住嘅欲しい就係話想要啲物件，想要某啲名詞嘅嘢，咁就講欲しい，就唔講太即係動詞太，即係動詞加太嘅話咧，就係想做某啲嘢就用太 this。咁欲しい this 嘅話咧，就係想要啲譬如想要個物件啊。嗰啲咁嘅嘢，跟住就 Dokoka 就係、是去邊度啊之類，有冇去邊度啊 ？Dokoka iki tai des 噶，就係 iki tai des 就係想去啊嘛，想去。咁啊 iki tai des 噶就係想去邊度，想去嗎咁樣。跟住前面加 Dokoka 咧就係、是、本嚟可以 Dokoe iki tai des 噶嘅，咁就淨係問哦。想去邊度？咁啊 ，Dokoka 以 key tie des 卡就係有埋嗰個卡咧，就變咗哦，有冇想去邊度啊 ？OK， 跟住呢個 Nani 卡亦都係類似嘅 ，Nani 卡 no mi tie des 卡，有冇想飲啲乜嘢啊？咁樣，即係你可以答佢唔想飲咁樣，即係你唔知道對方想唔想嘅時候，你就問啊 Nani 卡啊 no mi tie des 卡，即係話。啊、想唔想飲啲乜嘢啊？咁可以想就答埋想飲啲乜咁樣，唔想亦都可以答唔想咁。咁呢個學師就係名詞加學師 des 就係想要表示對話者咧佔有某物或某人嘅慾望。OK， 想要啲嘢咁樣咧，跟住 sabisi kalui tai 嘅話咧就係、是、佢就話注意句型學師 des 同埋 tai des。學師 des 和 tai des 不能用嚟表達第三人稱嘅慾望，即係呢個講自己，或者講對方咁樣，第二人稱咁樣，第三人稱就唔講學師，咁就OK， 跟住就係、是、不能用來邀請聽者使用某物或做某事，例如如果你想請人飲咖啡，就不要說。Coffee 加 hot tea ですか？
跟住佢就話啦，應該話 Kohi wa ikaka desu ka？ 咁就有禮貌啲，即係個意思就係話咖啡如何啊？咁樣類似咁樣意思。Kohi o nomimasen ka？ 就係比較邀請啲咁樣，邀請人嘅口吻就係 Kohi o nomimasen ka？ 咁樣。跟住呢個咧係 onaka ga itai desu， 就肚痛。onaka 就係肚啊，就係個腹字啊，肚個肚啊。加 itai desu， itai 就係痛啦。咁啊，跟住就係 dokoka 就係有冇去邊度啊嗰啲啊 ，nanika 都係。OK， 願望完咗，咁最後就係目的。目的嘅話呢 ，OK， 我哋睇下呢個字嘅話 ，otanami 就係賞花 ，sokuji 就係食飯啊 ，sokuji no ato de 食飯之後 ，kono kusuri onon de kudasai 請飲呢個藥，食完飯就請食呢個藥咁樣。跟住 kuko 係機場啦，跟住 kaimono 係購物。mukaemas 就係接人啊！我去機場接媽媽就係 kuko e haha o ka mukaeni kimasta。咁呢度咧就有個句型啊，佢就係話咧名詞地點 e 動詞形式 mas ni ikimas。本嚟咧可以冇嗰個 ni ikimas 直接接 mas 嘅，即係譬如本嚟呢句而家呢句寫咧就寫shokudo e gohan o tabe ni ikimasu， 個意思咧就係去飯堂度食飯。本嚟可以就咁講咧，shokudo e gohan o tabe masu， 咁啊喺飯堂食飯。咁而家咧就變咗咧，去先係嗰個動詞啊 ，ikimasu 先係個動詞啊。咁啊 ，tabeni 咧就係去嘅目的，去 tabeni 即係嗰刻我 tabeni ikimasu 就係去嘅目的咧就係去食飯咯，食飯就係嗰刻我 tabemasu 就係嗰刻我 tabeni ikimasu。咁啊，當然去邊度啊？就係去飯堂 ，sokudo e 嗰刻我 tabeni ikimasu。咁啊，呢啲 ikimasu 啊、kimasu 啊或者 kaerimasu 啊都可以。作為嗰個目的後面嗰個動詞啊，即係去啊、嚟啊或者翻嚟啊咁樣。咁啊，呢個日本誒何の勉強に来ましたか？好似都係差唔多，除了動詞以外名詞。OK， 咁啊，嗰個呢咧前邊咧可以擺個名詞喺度嘅，即係話何の勉強。本嚟係 勉強します，或者 勉強します，咁啊就係努力啊努力，咁啊呢啲叫做動作性名詞啊 勉強呢啲字啊叫做動作性名詞啊啲混雜乜します嗰啲，咁啊佢就可以就咁擺喺個呢前邊，就本嚟係攞走個 mas 啊，佢就唔會 勉強します。咁佢呢度就變咗 bankoni， 来ましたか咁樣，就變咗係可以係mas 型攞走個 mas 擺喺個 ni 前面，就再加 来ましたか或者 kaerimasu 呢個咧係動作性名詞咧，就動作性名詞直接接 ni， 然之後係接翻嗰啲 来ましたか啊、来ましたか啊或者 kaerimasu。好啊，咁呢個咧就比較複雜，比較長啲啊。咁啊，今次嚟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